敬业在哪里修呢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生活起居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，再就是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都不着想。断恶不着断恶的想，修善不着修善的想。就像菩萨一样，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。非常精进，努力在做，心地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这叫精进。这个与净土完全相应了。为什么我们做不到？这么难？它难在哪里？这个要知道。难在我们把现前的现象都当真，就难在这，不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如果你要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很容易放下了。六百卷大般若讲什么？就讲十二个字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你还有什么好执着的？还有什么好分别的？真有，你分别执着还可以说得过去，没有。实际上就像我们电视屏幕上的现象一样，这整个宇宙现象就是实际上就这样，确实不可得。特别是弥勒菩萨跟我们讲的诸法实相，真相，真相是什么？刹那生灭。比电视荧光幕上的速度快得多，快多了，不能比呀。每一个念就是一个画面，念念相续，每一个画面都是独立的，没有两个画面是相同。所以我们不能说它是相续相，相续相相同的，那不是相续相。所以佛才讲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包括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，没有一个例外。十宝庄严土也是从心想生啊。起心动念，没有起心动念，十宝土也不存在。最后存在的永恒不变的常寂光。真如自性。它是永恒存在的，这是真的。除这个之外没有一样是人的。所以物质现象假的，精神现象也是假的，自然现象也还是假的。佛这一句话就讲到位了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叫我们不要执着，不要分别，分别执着错了，一有分别心，心就不清净了；一有执着心，被染污了。
这我们不能够不知道啊。所以大乘教里说得好，心造罪之源，成佛之本啊，造无逆十恶，堕阿鼻地狱是他啊，造西方极乐世界，成佛成菩萨也是他。这就是救个迷啊，心要觉悟了就成佛成菩萨了啊，心要是迷了你就造三途罪业了。万法皆空，要记住名闻利养是空的，五欲六尘是空的，再说的贴切一点，自私自利是空的，自私自利是妄想啊，是分别执着啊，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啊。所以古大德讲啊，戒而之心三千具足，三千诸法既然具足十法界十如是啊，三种世界，有情世界、气世界，有情世界是假精神的现象，气世界是讲物质现象，啊，三千诸法就是我们今天讲自然现象，三千诸法就是万事万物，啊，这些东西展现在我们面前。啊，能大师所说的能生万法，本自具足，互隐互现。啊，我们就像在看电影一样，也就像做梦一样。啊，这些境界刹那不住啊，所以它是假的。我们把这个都搞清楚了，都搞明白了。啊，学佛求什么？就是求救，就是求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没有别的。啊，那今天我们自己知道，我们迷得太深了，迷的时间太久了。我们感谢诸佛菩萨大慈大悲，啊，长时期慈悲的教导开始，我们慢慢的醒过来了，啊，根性利的，十年二十年醒过来，利根呐、啊，
啊，根性次一等的，三四十年才觉悟啊。下根的人啊，要六七十年才会觉悟啊。啊，如果寿命长呢，行，六七十年也行，只要觉悟了，问题就解决了，你就得到大圆满了。啊，怕的是这一生呢，没觉悟，这死了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啊，没觉悟死了，随业流转呐，那要搞轮回呀。啊，这个我们知道，非常非常可怕。啊，道理通通搞明白，通通搞清楚了，我们就晓得极乐世界一定要去。啊，知道什么？净土唯心。三世心念中峰禅师开示讲得好啊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。阿弥陀佛是心现识变的，极乐世界也是心现识变的。啊，不过他们是觉而不迷。啊，有阿赖耶，但是他有自信般若智慧。阿赖耶虽有，他不起副作用。这个难得，设法界里面阿赖耶起副作用。啊，所以我们知道净土唯心，六道也是唯心，设法界、身、土还是唯心，一念不染，你才能回归正道啊！啊，真修行人，真修净土的人，常常要记住经题上的清净平等觉。我们现在要求的是第一个功夫，每一天要认真反省，我清净了没有？心净则佛土净，我在生活当中清净没有？我在工作当中清净了没有？我在处事待人接物起心动念之处清净了没有？啊，什么叫清净心？啊，初学的人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就叫清净。净宗的清净，我们不能不晓得。你这个道理搞清楚了，这个地方善导大师的话你就懂了。人能念佛，佛还念；专心想佛，佛知人。啊，我这些话大家听懂了，这两句就明白了。啊，我们起心念佛，佛知道啊。我们念佛，佛给我们感应的。啊，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；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阿弥陀佛真的在念我们。我们不念他，他就不念我们；我们念他，他就念我们。
我们念佛，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、行动，佛都知道。这两句话要常常记住，不要以为我们起心动念佛不知道，那错了，佛全晓得。佛那个地方的佛的能力，我们世间是最先进的电脑，没办法跟他比。他那个里面所储藏的资料是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样的不少。无论你怎么样变化，你都没办法超越他的范围，真的自信的范围。